Coco 李玟在五日经传轻生离世，稍早她的姐姐李斯林在脸书痛心地跟大家说， Coco 于数年前因不幸患上了抑郁症，在经过长时间与病魔抗争，病情还是急转直下，证实李玟已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，送医后在五日离世。2023年本是李玟出道30周年，如今她却与世长辞。二姐不舍说道，29年来她除了用尽歌热舞带给我们无尽快乐与惊喜外，更努力地为华人歌手在国际歌坛开拓一片新天地。作为 Coco 的家人，我们非常感恩和荣幸有一位这么优秀杰出的妹妹，感恩上天赐给我们一位这么善良的天使，希望现在她去了更快乐的地方，不再受抑郁症煎熬，并表示未来会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，希望外界能多为老人家祈福，并给予他们私人空间去疗伤。